Lucky 啊，我今日咧唔系同你哋玩玩具噶，我今日咧系有个新挑战，就系做到只手花。我今日系第一日嘅，系啦，就做俾大家睇啦。好啦，做多一次好吗？第一日就完成啦，好快就第二日就会睇下我哋第二日嘅进度系点。好啦，拜拜。咁而家第二日啦，就系咧，我腰骨好酸痛啊，需要休息一两日先。就系咧，要话俾大家听咧，做运动之前要热身同拉筋，仲有要适可而止啊。我休息完一两日之后咧，就会另一段。勁過第一日嗰條片俾你睇噶啦，好啦，請大家稍後等啦，好，拜拜。Hello， 大家好，今日係我做即手翻嘅第三日，我咧休息咗一個禮拜咧，好咗好多，而家就可以做俾大家睇。好，我再做多一次。好凍啦！如果好凍咧，就喺下面留。Hello， 今日係第四日啊！我咧練習咗好耐，對自己都好滿意，我而家就做俾大家睇。做多一次。係咪好好咧？所以話俾大家聽。遇到咩挫折，唔好放弃，要持之以恒，就会成功噶啦。如果大家想我做啲咩新挑战嘅话，就可以喺下面留言。仲有记住 like、share、subscribe， 下条片再见，拜拜。